大家晚上好，欢迎新加坡今夜秀，我是你的主持人贝祖恩。今夜我们有非常非常特殊的客人，他是一个哈萨克斯坦人，现在在密歇根州上大学，他是一个很有名的武术家。昨天晚上在新加坡赢了很重要的武术大赛，有请爱田。我说好，爱田，你好。我很好，谢谢。恭喜你昨天晚上的获胜。谢谢。昨天晚上的比赛以前，你感觉如何？你很紧张吗？我觉得有点紧张没想做战斗项当我中学高手之前八堂的做一天训练课这样我可以放松一点。你在昨天晚上的比赛感到任何困难每场战斗都是不同的这一次是困难的，因为他用进了反抗我的进攻但我觉得我的训练帮助我获胜。请讲解一下你的例行训练，你每天训练做什么？早饭、午饭、晚饭吃什么的？来看一看。你喜欢不喜欢新加坡的食物？我喜欢吃牛肉，可是在新加坡没有很多牛肉加油这样我平时吃的鸡肉饭不同的沙拉总的来说我喜欢这些的食物有美国相比这类的饭菜和较少的脂肪可以有。你喜欢不喜欢新加坡的购物？是啊。我喜欢新加坡的时装店，可是这里的衣服比美国贵一点。你可以找到你要任何样式和品牌然而我不是服装迷
因为我是一个几乎自由进修的人。你知道不知道？你是一位非常有名、非常厉害的艺术家。所有的服装公司都愿意赞助你。你最喜欢的服装品牌是什么？如果阿迪达斯的耐克，这样的服装公司。赞助我，我会很高兴。好好，现在我要问你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可是我有很多朋友都叫我问你这个问题。啊，没问题。好，如果你能跟一位政治家战斗的话，你会选哪一位？可能会的就是我可能会说，我会和 Vladimir Putin 对打。Vladimir Putin 呢？ Yeah. 为什么 Vladimir Putin 他很强很厉害，他骑马的时候。没有穿衬衫。是的，但如果我和一个军人讲比赛，我不希望，我不希望他是那么容易。很有意思。大家就是结束，谢谢你回答我的问题。谢。明天晚上。我的客人是成龙，所以谢谢，再见。